有些人脖子太肥了，好像也摸不太到，所以需要人家帮忙看一下。好，这叫做侧颈点。再来，我们的后领围线的那个后中心点怎么算？后中心点的话，就是后中心点，你把头先低下去，哎，然后后面有个骨头是凸出来的，自己摸摸看，骨头凸出来的地方，然后你再把头归正，这一点对你来讲叫做后中心点。也就是你的后领围线的那个中心点开始画的地方，所以你先画起来，从这个点后中心的领围线这个点一直拉到你的腰围线，这一点我们就称之为背长。背长重不重要？它非常重要，因为所有的款式都会依照着这个背长再去做一个标准的增加。例如说像衬衫，衬衫一般我们会加18公分，不过现在有的些很流行，它只有盖住那个这个腰围线下来大概10公分，就是短衬衫，顶多还盖不到腹部，差一点。然后有些衬衫会下来25公分，它要做长型衬衫，这就是都由这个背长开始去做一个基准的测量。好，这两个尺寸要记得哦，胸围88公分。然后背长37公分，这是在 M 号尺寸里面呢、啊，它的国际标准尺寸。这个尺寸表你要从哪里看呢？来，在那个配置的妇女原型图上啊，它也有一个尺寸参考表，在第6页。你们把这些基本的要先复印起来，你只要先复印刚刚我们说的那个英文缩写的这个范例这张。随时带着，这是第一个。然后第二个，当然你的我们在讲的那个尺寸，第6页参考尺寸那一张你随时带着，是因为那个是一个参考值，你才能有所依据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最重要的一页，妇女原型的那一页，帮你给你看一下。这就是妇女的参考尺寸，像现在它这个上面呢、啊，它有写 S、M、M、L、L 号、LL，为什么它下面还要分呢？因为有分大一点的 M 号跟，就是在 ML 这一个当中啊，会有两种分法，会有大一点的、啊，像我们的胸罩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大 B，一个小 B，这没有为什么，因为都称之为 B cup，可是。有的人他是比较丰满的，有肉的，然后他就叫大 B。然后有些人的 B cup 它只是比 A 大一点点，所以它就称之为小 B。它的尺寸表是这样子的，一个分的比较细啊。好，这个是参考。然后再来就是最重要的一页，妇女原型图。这一张一定要随时带在身上，因为这张将会是一个。也不用带啦，等你把公式背起来以后就不需要了。好，准备好这些动作以后啊，工具、你的铅笔、你的所有刚刚我们介绍的工具、尺、纸，然后把这些复印的这3张纸都带着。好，可以进行下一个开始记谱的阶段了。